怎么样了？还好吗？痛！是不是要生了？是不是要生了？素素，不疼，不疼啊！是个男孩。爹，我爹，你在哪儿？我爹，我爹，我爹啊，我爹！义父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我爹。原来你又下去抓鱼了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义父，我抓到两个。
两条好大的鱼啊！哎呀，你可真棒啊！好，好吃。祖宗啊，你现在烧的菜越来越好吃了。哪儿的话，是大哥不嫌弃吗？哎，都十年了，你又不是不清楚我的个性，我是有什么说什么，从来不拐弯抹角的。无忌啊，来，义父加个鱼头给你吃，来。谢谢义父。哎，大哥最喜欢吃鱼头了，您还是留给自个儿吃吧，别宠坏了。无忌的名字是我取的吗？宠他是应该的。无忌，不用理会你爹，拿去，吃吧。这么多年了，要有事啊，早就应该有了。大家不用怕，快点吃饭吧。叹什么气呀，义父，我看你啊真的是老了，没力气了，连棵树都打不倒了。无忌，你有所不知，刚才义父这一拳是用了七股不同的劲力组成，有刚劲阴柔，柔中带刚，刚中带柔，横出直送，内缩，这拳叫七伤拳。七伤拳，嗯，我看也不怎么。哇，义父你好厉害啊！义父，你教我七伤拳吧。嗯，不行的，不行的。义父，你教我七伤拳吧。哎，不说不行了。哎呀，义父，你教我吧。无忌啊，我告诉你，这七伤拳，每练一次，就会伤害自身的内脏一次。所谓七伤拳。每次要先伤了自己，再能伤及到敌人的。你义父就是在练七伤拳时，心脉受损，所以我有时候会兽性大发，难以抑制。哦，怪不得义父你没事儿就发疯呢。那你还学不学啊？不学了，不学了。没，不行的。你说过了学就一定要学的。义父，我不学了，学了会变成一个小疯子的。这就对了。啊，一个小疯子和一个大疯子有什么不好啊？哎，不学了，我不学了。无忌，无忌啊！不学了，无忌，你去哪儿了？哎呀，义父跟你开玩笑的。哎，无忌。无忌他没事了，你不要再自责了。我不逗他，他就不会搞成这样。义父，义父，无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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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义父在这儿。你放心。义父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，母亲，母亲。
三叔，义父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的。咱们两个兄弟不是说好的吗？在我发狂的时候，你就拿棍子用力敲昏我，我就没事的啦。不过这次你下手真是好重啊！哎呀，方向还是不对。什么时候才能用得着你？大哥，翠山，是胡说八道的。武林中荒诞无稽的传说多得不胜枚举，以大哥这等聪明才智，你还对着宝刀之说念念不忘？你有所不知，我曾经听过一个少林高僧空剑大师说过此事。空剑大师，他是当今少林掌门人空文大师的师兄，听说已经圆寂了。没错，空剑已经死了。是我打死的。空剑大师太固执了。他任由我打，却不还手。为了要得到什么？算了，不要再提他了。大哥，有什么话就说，干嘛吞吞吐吐的，像个婆娘一样？有件事，我想跟你谈谈。什么事？陈坤。